同在。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才可以得着。阿爸父神，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灵就在这里大大的触摸我们。哦，主啊，大大的，哦，主啊，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的灵哦与你紧密的相结合。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
何
的主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流动，甜蜜的你来充满我，方向为自己抓住你，把手交给你。归向你，我们生命气息都是属于你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清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哦谦卑的心，哦，给我一枚顺服的灵在我们里边，也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哦，帮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寻求你，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谢谢主。给我一份宁静，打开我的圣经，跪在十字架上，聆听主的声音。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的来爱你，哦，更深的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回转到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说：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真的心存感恩。主啊，我们每一天心里欢喜快乐，哦，因你的救恩欢喜快乐。主啊，当我们真的向左向右的时候，哦，主啊，真的外后面有声音对我们说：主啊，我们哦要行在其间，要行在你的旨意当中。阿爸父神，感谢你，赞美你，带领我们走前方的路。主啊，尽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即使经历了很多风浪，很多高山低谷，但是主，我们不惧怕，因为有你的同在，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必向我们每个人扬脸。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为我们预备前方的道路。哦，主啊，谢谢你赐下满满的信心在这里，加添我们的力量，因为你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哦主啊，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里边。哦主啊，你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在你里边没有难成的事情。哦主啊，主啊，真的是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也知道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边有平安。主啊，我们每一个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有十分的平安。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清晨主啊赐下这样的灵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心存感恩，每一天我们都说耶稣我爱你。主啊，真的是我们不离开你的路。主啊，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软弱，但是主，你刚强壮胆我们，刚强壮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把每一个人所有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孩子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全然的向你放下。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谢谢你，你不单单掌管我们一切，你也掌管明天。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走在你圣洁的道路当中。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也求主主啊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在宣教过程中有你的同在，转让他的脚步如母鹿的蹄温行在高处。主啊，给他加添他属天的力量，赐福他们。主啊，真的是给他们行在你的正道上，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主啊，也赐下这样子活水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就活出生命的活水出来，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我们真的是靠你凡事都能，靠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来宣告，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退去，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都得救了，我们也得胜了。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耶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你把这美好的诗歌来让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谦卑到你面前。主，你引导我们前头的道路。主，谢谢你，你今天在这里，主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带领你的一群儿女，主啊，在你跟随你，跟随你的教宗。谢谢主，因为你是一切的源头，我们有你主啊，我们就有平安，我们有你主，我们就能谦卑下来。主，谢谢你，因为你说是王的心、士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同葡萄水随意流转。主啊，愿你差遣我们，愿你主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怎样往前行，让我们行到你的旨意当中。主，谢谢你赐下你的赐下你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得胜有余。主啊，谢谢你，你的宝血大有功效，你的宝血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身体中都能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软弱，让我们主啊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谢谢你，因为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时时刻刻不能离开你，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谢谢你，愿你护庇我们，带领我们前的道路，祝福我们。主啊，我们的教会需要你，我们的家庭需要你，谢谢主，我们的国家需要你，世界都需要你，虽然还不认识你，主都在你的恩典之中。主啊，谢谢你，你的恩手不断的引导我们前行。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来，主啊，祝福牧师师母在台湾的宣教。主啊，你圣灵充满他们，愿你宝座下的七灵，主啊，赐给他们，让他们靠着你智慧往前行，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带领，主啊，来施展扩展你的事工。主，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兄弟姐妹同心合一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祈求。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样一个清晨，主耶稣，你赐下你安静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你的能力中与你相遇。主啊，谢谢你，你无时无刻，主啊，你不来看顾我们，你无时无刻不来对我们讲话。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我们的敬拜，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来到你的宝座前，让我们真的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与主真正的连接。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主啊，你先爱了我们，你把我们从万人中拣选出来，主啊，必有你的旨意要在我们的身上，必有命定要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敞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和命定。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安静在主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主你属天的启示。主啊，我们的心有的真的时候太忙乱了，被着世界的声音，世界的杂音，主啊，让我们听不到主的声音，影响到我们真的无法领受主你的话语，更无法与主来连接。主啊，你是让我们更多上好的福分就从我们手中这白白的流掉了。主啊，你时刻来看顾我们，你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每一个时刻就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全然的交给你，我们把我们的真的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完全来掌王权、来居首位。主啊，你要让我们真的放下我们自己的心思，放下我们自己的设计，我们自己的欲望。主啊，你说跟随你的，主啊，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才是生命。而我们跟随自己的，主啊，跟随自己的情欲，主啊，我们必将吃自己的苦果。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每一天来带领我们，带领你这一群渴慕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求你也每一天，主啊，你真的用圣灵更多的来浇灌我们，更多的来开启我们，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每一天做着更新改变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渴望被改变，我们渴望主啊被你塑造，我们渴望主啊真的越来越有你的身量。主啊，但是我们凭自己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来做工，来塑造我们，来引领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会能够放手，能够放手。主啊，当我们不放手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无法与你连接，主啊，我就无法来抓住你的爱，我无法来抓住你的大手。主啊，而只有我们放手的时候，主啊，我们才能够来拥抱你，主啊，你才能够来拥抱我们，主啊，我们才能够真的全然进入到你的爱中，来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而是靠基督的恩典。主啊，就求你的恩典真的领导，真的让我们看见你已经把基督丰盛的恩典坐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每一天就凭着信心，主啊，我们站立在你的恩典中，进入到你的恩典中来支取你的恩典。主啊，因为在你的生命中给我们有丰盛的供应，有丰盛的供应。哈利路亚。主啊，真的在你的基督里，主啊，我们会一无所缺。哈利路亚。哪怕我们每一天，主啊，我们遇到再大的环境，再大的一些试炼，再大的一些疾病患难，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靠着在我们里面的主啊，我们会战胜世界上一切，我们比那世界上一切更大。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全然的爱你，我们全然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亲人当中，主啊，来做你那奇妙的工。哈利路亚。让我们如果家人中我们只有还没得救的，主啊，亲自求你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走这条得救的道路。哈利路亚。让他们的生命，主啊，真的能够脱离罪恶，进入永生。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主啊，我们就把我们去到台湾宣教的，我们叫牧师，我们的师母，主啊，我们全然的交托在仰望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和引领，奇妙的带领临到他们，让他们的脚步所行之处，主啊，都能够，主啊，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哈利路亚。主啊，你的供应会超乎他们的所求所想。主啊，你要给他们加添力量，加添智慧，加添信心。主啊，让他们的真的所到之处遍结福音的果子。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我们也谢谢你带领你众多的引领你众多的仆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主要让他们要传达你的话语，传讲你真理的信息。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也同得造就，让我们的教会也得着造就。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不需要去思考，不需要去争辩，不需要去分别，我们只要去单单的怀着谦卑的心来顺服。主啊，你说是要顺服的，主啊，我们就会蒙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持守住这样一个信念，主啊，我们来跟随你。我们只要每一天心公义好怜悯，就要存谦卑的心与你来同行。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的膀臂环绕我们，求你的爱来环绕我们，来引领我们。哈利路亚，当我们全然顺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每一天来遇见你，每一天来遇见你。我们谢谢主，你把这样一份丰盛的恩典和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阿门。是的，感谢赞美主。清晨我们相聚在父的家中，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父亲你大人的手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当我有一些焦虑有一些不安的时候，父亲我敲门，你总是开门，你总是拉拔着我的手往前走，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当我学习，当我工作碰到瓶颈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些话语来帮我解释。父亲感谢你一路以来你的伴随，真的感恩。清晨我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请你赎我的罪，让我人生过得更有意义。父啊，我们生活在美国这块土地上都十分的不容易，希望你看管我们这些失去的小绵羊，特别是在活水教会牧师思路不在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同心协力的把晨祷给做好。父亲请你也看管牧师师母这一趟远行回台湾出入平安，在他们施工的过程中给他加添力量，给他加添勇气，让更多的人来信主。父啊，请你也使用我，让我成为你的器皿，管教我前面的路。感谢你，昨天我和妹妹的问话都非常的好。真的，当我们没有到有，当我没钱到有钱，当我每次生意上碰到失败的时候，碰到瓶颈的时候，你总是加添我力量，给了我更多，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父亲，我还是一句话，请你使用我，管教我前面的路，也管教我们这些活水供应站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相聚在一起，真的要感恩每一天。慈善的荣耀是归于主，赞美归于神，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啊，主啊，宇宙也不是偶然，地球也不是偶然，我们也不是偶然，都是你计划和创造的。主啊，很多事情你到我们的身上，我知道都是你的美意，但是我们真的能力有限，智慧有限，口才有限。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讨你喜悦。主啊，愿你打开我们的双眼，
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愿你给我们的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天父，荣耀的上帝，荣耀荣耀荣耀的君王，主啊，你在升天之后恰恰圣灵在这里，主啊，我们 也有你的圣灵充满，主啊，我们祈求圣灵的引导，祈求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你们里面的那个力量，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这里。我们靠的不是人多，也不是靠的马的力量，主啊，我们靠着加给我们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啊，你现在就在这里，得力在乎平静安慰。我们在这平静安慰里面得着呢，从上头来的力量。感谢赞美荣耀归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来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赦免我们的罪过，就像你赦免了我们的罪过一样。主啊，我们实在是赦免了我们周遭被我们伤害的人的罪了吗？求主引领我们，求主教导我们，学会赦免，学会宽容，学会包容，学会接纳。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你接纳了我们，是在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是你的双手把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主啊，求你那个爱，求你那个慈神爱所把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